你啊，就是练习五行拳，或者说练习三体字，要练习多少？每天练多少频次，能让自己手上的劲力增大？这个问题啊，为什么放给大家听啊？这个问题就是很具有代表性。这个东西任何人也做不了主，只有你自己能给自己做主。你比如说，我身体条件允许我就多练，我身体条件不允许我就少练，对吧？有的呢很快就会进入状态，有的很慢，所以这个不能一概而论，懂吧？而且呢，我也有规定，我以前跟你们说过，劈拳打600个，崩拳打1000个到2000个，看你怎么算啊，看你怎么算，这是一二，还有这么一算一一二，对吗？看你怎么算，这就差一倍啊！来打600个，打1000个的，对不对？已经有这个规定了，懂吧？哎，所以。